中餐厅最大牌女嘉宾，男友全程陪路，黄晓明管吃住，是郑爽。在最新一期的节目预告当中，他们迎来了首个飞行嘉宾，虽然说并没有透露这个嘉宾到底是谁，但是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，那就是据说这个女生是中餐厅最大牌的女嘉宾了，男朋友会全程陪路，而且黄晓明对她还特别好，据说是管吃管住。毕竟之前正常在参加综艺节目《花花万舞》第二季，还有《孩子长大了》当中，男朋友张恒都全程陪路了，还有几个画面出现。但是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女嘉宾的身形，感觉看上去好像并不是郑爽。最后看到一张他们几个人吃饭的照片之后，怎样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沈梦辰？这次参加节目将杜海涛也拉了过来，不过并不是以节目嘉宾的身份，而是以沈梦辰男友的身份。